Sue 咧就帶大家嚟到一個 Leeds Castle。咁咧，我咧就由車站行過嚟，大約成廿分鐘啦。咁啊，遲啲就會行入去噶啦。唔知入邊係點嘅咧？啱先就見到噶啦。最可愛最可愛的城堡，不過之後入去看看咧，佢係咪真的咁可愛啊？景點咧，一定要嚟呢個迷宮啊！Sue 評分喎，咁我今日咧就覺得好開心啦，嚟到呢個 Leeds Castle， 所以咧我會俾4.5分㗎，因為咧都好靚，雖然今日咧就冇陽光，但係咧可能我心情好好。如果你哋揀夏天嚟，應該會靚過，其實靚過冬天依家嘅。不過今日都超開心啊，希望咧大家都中意我今日嘅介紹啊，下次再見，See ya。